澳门有唔少数十年历史嘅特色老店，不过要讲到可以超越一百年历史嘅寿星宫，位于氹仔官雅街嘅百年老店仿记饼家就系为数唔多嘅其中一家啦。仿记系以创始人高仿先生嘅名命名嘅，至今已经有118年历史啦。流淌百年岁月嘅长河中，仿记嘅内部装修一直冇太大嘅改动，时至今日。顾客都仲可以感受到其中充满怀旧气息嘅风貌。澳门回归之后，大批内地旅客嚟到澳门观光游览，带动仿记同埋成个官雅街一带嘅生意日益兴旺。不过仿记并冇因为要加大产量而改变生产方式，始终都系依照创始人传落嚟嘅秘方，选用最优质嘅材料，坚持代代以人工制作嘅传统制饼手艺，保持优良品质同埋古法味道，令顾客享受到真正用心制造嘅饼食。同时都会因顾客嘅口味变化，喺味道方面顺应时代作出调整，以符合现代人注重健康、少糖少油嘅饮食理念。而家店入面最受欢迎嘅就系老婆饼、肉切酥、鸡仔饼、鲍鱼酥、加蛋饼、香蕉糕等等地道粤式饼食，都系传承过百年嘅好味道啊！